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啊，就好像听说应该是就是最佳组合乐队。哦，是吗？是的。你们比较期待的这个奖项吗？哎呀，那个麦怎么回事啊？太帅了！然后老师有问题，哎，再换一个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个奖项。所以这是你们十二个人在去年之后，应该是第一次站在我们的音乐风云榜的红毯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十二位一起。没错没错啊，因为其实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有回忆这个地方这个舞台，因为一年前我们 XOM 六个人来到这个舞台进行出道，然后今天能够完成一个心愿，就是带着我们的 XOK 一起来到这里。来，你介绍一下。鹿晗呢，我们的韩国成员真的非常努力的在学习中文。中文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他们也会有准备，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一定会唱中文歌给大家听。太棒。